2021年的峡谷里，仇恨和争斗逐渐的减少，峡谷正慢慢的恢复它美丽的面貌。殊不知，正在此时，黑暗势力悄然降临。是峡谷联合组织，是由峡谷精英们组成的峡谷防御组织。在他们之中隐藏着一位光之大人的人间体，现在黑暗势力笼罩峡谷，峡谷在召唤他。每次任务前，牛排队长都会为他们排兵布阵，讲解敌人的弱点。等这个，这里打应该不会转的，他打应该不会转的，应该不会转的。要不抓的？能开龙吗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开。开龙后的月上也可以月。开龙后的月上，我想月下。月下可以，可以月上。啊，现在可能我这果子留给你们吧。我哦，闪现好有踢了，踢了，踢了，踢了！塞拉斯的踢，来塞塞。我觉得他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，应该有机会。我准备一下，超级战士，我应该会死，我应该死了。飞中了，谢谢，把他定位，我再推一下。方普拉斯陷入苦战，光之大人就这样袖手旁观吗？过来了，小心位置，别，OK， 踢了，哦，那个谁把五杀抢了？我抢，我抢，没办法，还有红，撤、啊，给我吧，我回点血。别，家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一波吧，感觉可以。我也回了，我刚血量要回，试一下，有一个懦夫。就这样，翔哥再一次守护了峡谷。喜欢本期方Plus说的话，请一定点赞支持，求求了！这对打工人真的很重要。啥？你问光之大人为啥和其他人一样大？说大的也不。